了解，露个冰箱。这条路线也是之后办办公室应该不会走这条。哎。怎么称呼？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叫芋圆。好。哎、欸，难得在路上遇到。哎、欸，更换手机了，叫瓜吉发金嘴。哦，好啊。这录进去就有收入吗？有。啊，瓜吉发金嘴啦！啊。我要去那边。嗯，一样。难得在上遇到。拜拜。滑冰坏是很危险的，好，不要学，在台湾真的不要学，会死人。今天，对啊，刚刚讲，今天这个路线应该是最后几次溜了，因为等一下就要去收我的桌子了，等一下应该会看到我的桌子有多乱这样。对，顺便把我的桌子做一个逆开箱，好来。这个应该是这一支影片的 open， 我去找一下。帮你宣传一下，新中街最好吃的早餐店。可爱可爱，新中街最好时光披萨旁边的早餐店。好，这两家都很好吃。哦，早餐店特别亲切。哦，我觉得早餐店就是也算台湾特色啦，国外根本没有早餐店开到中午，好不好？现在12点多了，然后没有遇到，对，没遇到养乐多妈妈，可惜。然后这边是民生社区，之后应该不会在这边看到我啦，所以比较堵我这样，可以堵瓜子。干，差点雷闪，不要乱丢垃圾好不好？各位，你看这尖尖的，干，这车子也会爆胎吧？这个，你家吗？搬走的，办公室，好吧。应该有路吧？哎、欸，六娃姐，今天对。今天我要做我的桌面逆开箱，因为我们要换办公室，所以我必须要整理我的桌面，好不好？然后今天也顺便介绍一下我桌上的小东西，然后对，介绍完之后我就要装箱了，之后我们会搬到新营区去，记录一下，好不好？应该有拍到吧。哇嘞，从这个开始好了，超级螺丝嘛，就有粉丝跟。合作厂商鸡拐的 T 恤，就是普罗米修斯的下一集。我这个是星战海报，大家应该都知道，喜欢星战。屠夫 Briscoe 买的，屠夫围兜兜，然后这是 Big Size， 超大一件，只好挂着。死星紫雕，2000年的哥吉拉，通常就叫紫旗，对，紫旗，因为它的旗是紫色的。哎、欸，这个是鬼太郎，对，我特别喜欢鬼太郎。那这一只好玩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投低很低，然后可动性相当高，超高。很霸气，它比其他只还要大只一点点。王者基多拉也是一样 ，SH Monster 的超可动，反正 SH Monster 就是超可动的，看到很多关节。贞子哇也是超可动啊，这是趴着的版本。然后贞子的真面目，五十拉好不好？一样也是 SH Monster 的。一样超可动，好不好？超可动，看他脚，你要让他摆什么样子就摆什么样子。阿特拉，只是它的质感比较不一样，它的比较算是死塑胶感。阿特拉，差不多。小丑女嘛，喜欢买这种可动的玩具，所以这只也超可动，它骑在红岩哥吉拉上面的。小蛮腰笑容，那坏坏的反派角色，跟我一样。
这支就是算是重启的传奇哥吉拉那一部片都欧密码看不到完整的哥吉拉的样子。我现在给你看一下，这支好处就是它的尾巴腰修可动。哥吉拉设定是会游泳的，所以啊，非常的哥溜红岩哥吉拉。红眼我觉得是 CP 最高的 ，CP 值最高的，因为你看它超可动，然后它造型也不错。它之后有一个再版是这边都红的，那就是出版，啊出版。金刚狼对也是超可动的，然后后面是有支架，本来是要放在桌上，可是它现在动作就是跳毒台语。那我昂包。哦，是不是很舒服嘞？真的很舒服，好不好？这可以播吗？可以啦，什么？反过来也是，反过来也是。哦，有些人问我是什么相机嘛，对不对？这边就可以直接揭晓，好不好？喇叭低，平常就是这样。大家好，我露个 V 一下，露个 V， 好，就这样。因为这支影片应该所有的都是用 GoPro 拍的，相机在这边嘛。哎呦，威力彩哦，威力彩，没丢。应该是不丢纸类回收堆。魔眼四哦，这魔眼也是我们蛮爱的游戏，然后我自己是从二代开始玩，厉害，每代都有胜，喝胜。温泉小物，感觉看到主管不爽还是压力很大，我们捏一下。那爆浆，这个之后会有一些用途，关于小欧的，哇，已经暗示很多了。存钱筒，然后。干不对，我们边整理边讲了，对，算了。这个知道这个应该有点年纪了、啊。要听到声音，这是有声音的哦。这个是库斯拉，那时候跟肯德基合作的一个，算买套餐送的吧。对，这个大概有1998年，好不好？已经快20年的历史了，然后也不错，很酷。我之前把他的声音修好了，库斯拉很酷啊，算是黑历史吧。不过我觉得库斯拉算是特别的哥吉拉。在那一年，库斯拉就是哥吉拉，好，大家不要觉得不一样，他们就是对一样。有些人不承认啊，可是他就是哥吉拉，然后他不算可动，就是嘴巴算是很可动，然后想要配音啊、手偶什么的都可以拿这个来玩，这样超便宜，不到1000块吧。魔法风云位，我跟 AK 都有在玩，这是我的秘籍啦，阴茎。他本来是九阴真经，我把它贴起来了，秘籍阴茎。哇，里面就是脚本，不能看。史史记的漫画，大家应该有看过，这个一堆脚本。哦，八九六十的话就是在那边草稿了。古谱，我看无聊就可以悄悄舒压一下。桌边小屋还有这个练习板，哇，应该在业配了。之前的练团需要吗？超级疗愈，你可以摸它这样。员外不是都玩铁球吗？都玩这只生气的版本，我觉得生气的版本比较有活力一点。用到了，桌面取决于各位喜好，要多疗愈就多疗愈 ，OK， 疗愈系。哇，大蟑螂，身为一个乡下小孩，怎么会怕嘞？这只好玩，这是遥控的，遥控的，是一窝的蟑螂。CD， 还有情书，养乐多妈妈送的新的年历，支持一下养乐多妈妈，地方的妈妈。24孝小欧跟叶佩小欧，好，安息吧。卡普空的记忆卡，对，盗宝哥布林暴雪的，我的招财蟾蜍，它其实不是蟾蜍啊，是妙蛙花，它还是可动系列的，它被我变成一个招财蟾蜍的感觉，然后它含的是50块，台币50块，算是中日合作的蟾蜍，招财蟾蜍好不好？是因为只有我这样做，对，眼珠爷爷，它其实是有身体的，鬼太郎出生的样子，真的，它真的是这样子，鬼太郎的爸爸，他就是身体腐烂，他长得很像。木乃伊，对，他之后死掉，身体腐烂，然后眼睛还活着，然后就守护鬼太郎这样，是很喜欢的玩具，这样可动到爆，你看，要，对啊，玩具就是要可动嘛，对吧？哥吉拉的一套的转蛋这样，它也蛮精致的，它其实比实际上要看的还要土色。魔猎人刚说过了，就是无法抗拒的周边，这个史莱姆的包包小包，哇，里面是。救命锦囊啊！妈妈说有事情就打开电池，好，电池，对，这很救命。这个就是平成哥吉拉的经典造型，猫科动物的脸，然后壮硕的身体，
因为他们以前是真的人偶，所以大概是真的人在里面的、啊。然后他们是平成，算是平成系列的、啊，平成系列的经典造型。应该如果更专业的可以帮我补充一下，反正平成大概是1989年，所以就大概是我们看怪兽片那个年纪，就这样。太空哥吉拉，哎，太空哥吉拉有一个伙伴，还有一个小哥吉拉，我们有带来。是太空哥吉拉 ，Playboy， 邀约邀约，感谢干爹。脚本，哎，这是可以播吗 ？Gear Phase 4。海洋堂的麒麟系列，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着色版，一个是同色版。喂、嗯，我、哦、这一定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大家都觉得是伊藤润二，对不对？不是，这是另外一个恐怖大师，那算是梅图一雄吧，还是谋图一雄？梅图一雄画作，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漂流教室》，经典，真是有病到爆的漫画，没得买，好不好？日本才有。好鬼 Goki， 这次算是里面最贵，样子是最大，也是最霸气的。剩下都是杂物啊，你们不会有兴趣。对，收藏物大概是这样，应该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好，我收东西了。然后，对，这支影片都还没卡，应该蛮长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我的桌面很乱的话，还是你想帮我整理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好不好？全套，全套。好，我们要搬家了，拜。啊，忘介绍一下，奶头抱枕，然后一样，可以直接找一下淘宝买，好不好？这也是上班最疗愈的东西。拜。